相信我们可以把这个长度，如果我可以知道这块面积有多大，我就知道这一条有多长，对不对？可以再加长，对。那目前没吗？好。然后我们发现，因为我要做出，这一条的长度，通过谁来做？通过 C 跟什么？通过 B 来做，结果我们发现什么？对，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呢，用这一条配出一条，做出一个正方形，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用什么呢？这一条是什么？这一条是 C， 对不对？做出 C 的正方形。那这一条是什么 ？B， 这一条是 B， 我用 B 做出正方形。了解吗？看起来像长方形，可是它应该是弧形。正方形。然后呢？这两块绿色的，这两块绿色跟这一块大块白色的有什么关系？可以补进去啊。对，刚好可以把这块补到那里去。补到比较偏那边啊。这里不好，对不对？应该要补哪里这样？你最旁边的那个 A 了。应该要拿来这边比较方便，对不对？对啊。然后这一块刚好。那个补位补到那个了。对。所以也就是说，我直角三角形用这个 A 做出来了，用这个 A 做出来的。我用这个 A 所做出来的这一块正方形，刚刚好可以变成什么呢？一个大的什么？对，刚刚好可以变成一个大的小正跟一个什么？好。那这个小的是用什么在做的？ BB 做，那这个用谁来做？ BB 做。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会怎样？所以其实你在谈什么？来，很重要，就是你在谈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大，超大的。这个是什么？ A 乘 B 这个波是谁？ B 加 B 乘 B。第四定理讲的是这个，可以吗？可以。学课本翻开，课本翻开九十六页。马上算九十六下面的练习题。96页下面的练习题。我能等你哦。你等到尾吗？96页下面的难题。下面的我知道你在干什么。然后明白。96页下面的那些。好的，你应该要认真一点，可以吗？
是不知道要怎么写的，看我这里。哦。这一条的长度由谁做出来？这一条的长度是不是由我透过六跟八这个直角三角形做出这一条斜斜的长度？来，可以吗？这样写，你知道你是要写什么吗？看我这里哦。不会写的你一定要看我这里，不然我会重新一直在想，我也没办法一直在照顾。OK OK， 因为你没有听，我没办法让你懂，可以吗？要养成听课的习惯，你不会听，我怎么理解呢？这一条的长度可以透过六跟八做出来。对，没错。那我们刚刚发现斜斜的这一条，斜斜的这一条，我们做出来的那个正方形。对，斜斜的这一条的正方形。
第二小题的答案不是根号19，因为你用错了，对，因为他已经给你了。对，好 ，OK， 来看这边哦，因为你用错了，注意听哦。好，再一个直角三角形的直角在这里，注意听，多数人没有注意听，所以必须要重复一次，就必须一直等你，一直到听你这个，然后再往下。就是在实际上没有，都没有，可以吗？好，行吗？这个直角三角形，我透过什么？我透过这个直角，透过七跟 V 做出谁？十。我是用 V 跟七做出十，所以谁要写在最右边呢？十乘十是最大的呢？对。我们是用除缩线条，什么叫除缩线条？直角的对面。对，弄清楚哦。我不是每次题目出来就 B 乘 B 等于七乘七加十等于十。对，哎呦，是这样的，你要会看，你要看 B 七十在哪个地方。十乘十。这样了解吗？了解。好，不用那么大声，谢谢。你不要这么激动，对不对？对，要激动一点。来，十乘十会等于什么？七乘七，七乘七乘以七加七乘七。这个非常的重要，你要会看，一定要会看。嗯，然后接下来这个才是再往下算。不知道，往往有吗？你找一找有。都可以。基本上，这个是 B 是 D， 这是 B 是 D。嗯。两块小正方形加起来是那块大的，那大的正方形一定是由这一条做出来，以金条形出熊灯。金条熊灯。熊灯给做出来的正方形最大。所以这一块做出来的这个正方形，一定是由这两个比较小的做出来的正方形加起来。记住这个就可以了，对，可以吗？可以。那十乘十 ，b 乘 b 加七乘 b 下去算，第三小题怎么写？告诉我。可以吧 ？b 等于 b 等于 b 等于，因为它是用24跟七做出那条 c， 对不对？所以你写的东西应该写什么？应该写第一节做过 c 乘 c 等于24乘以24加。废掉没关系，真的哦。不要溜，不会当答案。不行，没化解。对，答案要打回原形。所以第三小题这里的答案是多少？一打哦。所以你的答案是多少？一点要下。休息，我没有看到你写。如果你只是抄我黑板，我是第二题弄了什么？不要，没有啦，你们应该要自己算。OK， 来，这个不会算的，我算给你看。第二小题不会算，这个不知道，知道还是不知道？所以留着。十乘十呢？明白。七乘七呢？这个不知道，对不对？是啊，不知道加49要变51，这里乘多少？所以 B 乘 B 会等于多少？那 B 乘以 B 要等于51，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哪个答案？根号51，因为51没有办法再分解，所以答案 B 就是根号51。来，先把这三题好好的写好。Yeah， 这三题都写好，你去写97页那一题。97页那一题算什么？要。七滚。第一对，是一错。好，这样你算算，你是谁破题？来去算97页。
接。像哪？对 ，C D 不对。注意哦，等一下。这一段谁？这一段。那所以 B D 加我这样。啊 ？B D 加我，你算出来的声音，算出来的声音。你算出来的声音。好，等一下。C D 错了，谢谢你加我的。你行，你算，你算好了，等一下。继续往后。四跟号32会等于根号什么？四跟号二。四四
二，五十会等于四个，你要写到这里才要结束。好好好。我们目前在97页，请你们务必要跟了。好。97页完成的。那个都给我，就是八页上的。等一下，等一下。那我们上第160页啊。160页。六个点五。啊，我去买小牌子了。97页完成了，像100页。哇，100页。97页完成了，像100页。我刚刚到你这了。100页啊。等我一下。来，等一下。不会写。等一下。等一下。现在我们每一个事情不太一样。可以吗？现在每一个进度都不太一样，但是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好。不要那边了，爸。现在很麻烦的是，就在网课，错了。好，有几个同学你的进度应该还在，你的进度应该还在96页那边，那3题还没写出来，你们要自己算，要自己去算，你不可以等老师算好给你，告诉你答案什么，然后照抄下来，不可以这样。老师，你要练习自己写，你一定要练习自己写，然后97页你还不会的举手。我这样子问啊，你会的举手。97页啊。97页你会的举手，多数不会。啊，老师，来个九十七页。这样 ，OK。97页你会的，请你去算100页。100页不会，97页不会。现在请你去算100页。100页那个题目其实我曾经教过，然后现在我来讲一下97页，因为有同学不会，97页不会的放我这里啊。想法都一样，慢慢来，想法都一样。根号是11了，然后这一条跟这一条，这一条是多少？3。
这一条是不是这样？不知道。这样你可以写 y。来，请你写出 x y 跟三的 b 是 d。写好了。写好了，给我看。我出来，看，我看，我看。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啊，老师是懂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会算，继续写。加油。我说的是用那个号码。你先开快，下次你忘了干嘛都可以。来，同学非常好，很爽。没有，你错了。你要想，直角三角形，我是利用直角，三角形那个直角做出的。像那个五根四，我是用直角的五根四做出那个 x。你出错为什么拍什么？方法直接得到多少？直角的方法直接得到多少？第三条了，再想等于再想输出一点。这老师吧，你先看这个，这个直角三角形输出一点，对不对？你也攻击点吗？你也攻击点吗？对吧？一简单的攻击是这些一定的，对吧？啊，有这两条，你也这个这条花了，这条斜斜的，这条来了，看看，总共这条折出来正方形什么？正方形的面积的几边长几边长，外沿这条是正方形的面积，所以说这条那个不是这一条做出来的那个正方形。会刚好是这一个正方形，真的非常好。然后这个是多少？好吃花生团啊！那个要间接式，间接式。老师帮我检查，我不帮我看，看这些聪明的，想太快了吧？没有，对，结果是真的，我好了，然后去算，然后那个 x 你应该自己去算，是不要等我，不用指导，指导，老师我也好了。
是有哪个直角三角做出来的，我就可以算这一条，对不对？啊，就是啊。所以我们的想法通通都在这里，来，想法通通都在这里，直角可以做出这一条的长度，确定了？所以直角可以做出这一条的长度，请你先把这个记起来。那我会同学，请你先把这个东西。那我会。直角三角形可以做出这一条的长度，所以用这一条长度做出来的面积最大，面积就是边长乘边长，就会等于你用直角这两条边挖永进表做出来那个正方形是八乘八，我用这一条去做出来的正方形是什么？你要会写这个，然后出来是乘出来，可以吗？那你们现在要的这一点，现在要的这一点。你被省就被省掉。没有啊，你想嘛，你把它看的是这间教室，它是要算哪一条？对，它算中间那一条啊。它是要算哪一条？中间那一条是什么那一条？是光华前侧，一周一到周一。左上角那一条到右下角。从左上角到右下角。那请问一下，因为算这条粗粗，你是不是要有直角三角？耶，答案也得我。因为直角三角你理到位。没有啊。直角三角在哪里？这条，你对多少对不？这个你对鬼对不？所以你是不是需要这一条跟这一条？对，这条好不好？对，哦，来，所以呢，这一条，这一条我只画那一条，这一条你对几条？二十五，你对几条啊？对，二十五对的。对啊。那现在呢？我现在是还需要这一条，我是不是还需要这一条？对不对？了解在讲什么吗？了解。了解了吧？要注意点哦。有。我今麦要算一条粗粗的对不？一条粗粗的，我就要利用这个直角三角形，这么大的一个直角三角形。啊，这条依照你的图形，依照你的图形，你去看你的图，你去看你的图。从左上角到这里的这一条，这一条我要算它，我要利用什么？我要利用这条对不？啊，来个高卡这条，对不？来高卡这条，是啥呢？啊，这条长度你知影无？这条长度人这样看，对不？这长度人这样看，啊，这条偌济？25嘛，对不？啊，即摆我看这一条，看这条，我哪知影这条？啊，你根据直角三角，我是不是就可以算这一条？可以吗？那这一条是谁啊？这一条我怎么算？一条你到位，这条你到位。这一条是不是就是上面那一条？或者是说，就是地面这一条，给它一条，给它一条你到位。是不是都要给它一个长方形的对角线？快吗？看到了举手，好放下。OK， 注意哦，你一定要有给我回应，我要确定你们真的知道。注意听，首先有听就好了，你一定要听，听话嘛是爱听。啊，我永远都无机会听嘛。来，这条，这条你涂骹遐到对面遐，啊，这条是啥？这条是你的教室的对角线，对不对？这个是涂骹，所以这一个盒子，这一个盒子涂骹的。涂骹迄个，涂骹迄个，涂骹迄个，我教你个，涂骹迄个，诶，这条，涂骹的这条偌长？这条偌长？这条偌长？三十六，三十六。一加先要三十六，代表这里多少？三十六。啊，这条偌长？加不加？你说下一问吗？问号，打分之数，好。这条多少？这条好利用。就一条六十五。这条已经好利用，啊，这条好利用。我可以算给他这条好。哦。这样子的话，你在哪方？简单啊，简单啊。这条怎样？你会算这条对吧？对。套用，第四题写给我看。六十五和五十六。每一个人都写，我要看到。不是你要写的。自己写，然后马上算。超稳的。我的就。来，马上写。六十五、二十五 ，AX， 写第四题给我看。写在那一笔的上面，那边可以。写在那一笔的上面可以，写给我看，每一个我们都要看到。OK。答案是错的。我最后一算 MG， 所以你先算。65的最后一算 MG， 422。好，最后一算 MG， 所以要
要再一次做一遍。你可能是一点，他还要去上课。然后是这样，那个什么，好，我是男生，对，再上一个。你转几个？计算要转几？六，什么？三六。三六。你写法对不对？但是算是错的。也非常好笑。啊，非常好笑。啊。哎呀呀！这个是对的，对啊，去算。好，一个算出来，一个算出来六十，算出来之后要再减 F G， 可是 F G 是错的，因为你想很对，因为你想很对的，你也看这个第四第七错了，看一下你错在哪里，可以考这个。老师，我算好了，马上改。我，写看看，你一定要写。你一定要写，都可以马上那个65、65开始写第四第七错。妈妈早背过去了，就过那规矩了。妈妈，好，来，算出来，算其他题目。哦。但是我检查说确定。老师，你没帮我检查。要一下。老师，我说，老师都没帮我检查。其实不是这样。还没上完。谁来教 ？OK， 这点没结束啊，你们还需要上。叫我老师嘛。我们懂那么现在，你们不知道这样。写的非常好，好，可以学起来了。休闲加钱，你们要加油哦。你们全部都要上台啊！休闲啊，也要拿耶，成功啊！好，要讲，来，你写注意点。